我来给你直观的展示一下现在的人物关系吧。他长的样子呢，高冷霸道，颜值逆天。嗯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这么倒霉呀？哎呀！一会儿我就把秋元带走。你带不走，这个月秋元是我的，处理。 我说怎么不仅收徒弟，还有买芙蓉酥，又弄猫窝的，原来是铁树要开花呀！你怎么在秋元的房间？啊？秦志远，恭喜林武浩先生，标准的高富帅，外加青梅竹马，我真替你发愁。关我什么事儿？我一直认为你是男一呀。小燕，我喜欢你。 现在看来你是拿着男二的剧本。哼，几点回来？我是师傅，关心一下很正常吧。快点回来，马上。我倒要看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！你这种初中生的暗恋方式，真的很难胜出哎。秦先生要多多锻炼啊！用你管？听说你胃不舒服，啊，特意给你买了这个山药粥。你早说了，秦就不用早起做饭了。没事，吃他的也行。 小袁，生日快乐！送你的。哇，小袁没跟你说过吗？我们俩是发小。你们是住在一起的吗？我先回去。麻烦你帮我扔一下。秋元就是大大咧咧的，对谁都很好。作为他的师傅，您要记住这一点。既然我是秋元的师傅，那把他照顾好就是我应该做的事。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后面的事？ 我想做的事儿，没人能拦着。好，我们各凭本事吧。